鼓励用艺术来了解部落文化。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去年举办第七届的马卡帕美术奖，这绘画以及摄影作品共有千幅参赛，而得奖作品是已经出炉了。这一次将历届绘画首展作品九幅，以及摄影作品42幅，在台中市原住民综合服务中心举办巡回展，希望透过原民艺术下乡，让更多人认识不同族群的部落文化。部落长老带来祈福仪式，为这场马卡帕美术奖巡回展揭开序幕。拉下红布条，以原住民族为主题的美术展览正式亮相。中央原民会从去年的得奖作品中选出历届绘画首奖作品九幅，以及42幅摄影作品，来到台中市原住民综合服务中心进行巡回展。如果是这个绘画的作品呢，大概每届呢会吸引大概1600件啊，1600件的增件的作品。那是摄影的部分。那绘画的部分啊，大概每年呢，大概也是吸引了250件以上的这个增件的作品。那从去年开始，我们特别把作品分类成原民组跟非原民组，那目的也是能够来激励我们原民的这个作者啊，这些参赛的年轻人，总共有111幅，但是对我们中部来讲，我们是希望把这个巡回展能够让大家来认识我们原住文化艺术的一个认同跟关怀，当然也希望在中部文化艺术也能够永续传承。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表示，马卡帕美术奖去年迈入第七届，绘画类有200多间参赛，摄影类有300多间参赛，竞赛首度增设原住民族组来鼓励原住民族积极参与。由于绘画首奖从缺，所以这次的巡回展就把2件绘画二奖连同历届绘画首奖作品共9件巡回展出。我们这次有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就是有一点点浅浮雕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住民族比较熟悉的哦那种动作，就是鼓励更多的绘画的这些作者也能够从这个里面更深入的去理解他这个当代的各个族群的符号性，先理解这个之后，才能够有呈现出一个比较有内涵的艺术性的表达。这个必要，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在教母语嘛，那我当然是希望就是说我的学生能够多了解，所以我今天把他带出来这样子。从得奖作品中看见信仰、神话和人物等原民文化的面貌，透过画笔及镜头，让人感受原住民族的生活样貌。借由巡回展的方式，也把这样的部落文化给传承保留下来。谢李金阳台中采访报道。